我是长跑甜心张子萱，我是罐头教练陈炳峰。为了每一场的比赛，我孤独吃下无数的课表。为了每一次的训练，我无私立下挑战的课表。我多么的努力，希望有一天站上梦想的舞台。我多么的努力，希望帮助他闯出自己的世界。Believe in yourself， 相信自己。TPE Run， 台北城市创意路跑。在这个城市，你从来不是一个人。11月13日，我们一起。